看见上路，我操，小翔，阿烈烈，坏了，看到这张脸所有人都萎了，感觉不是 TS 一个人打，一个人打九个 TS 一个人打九个，我操，打野这是谁呀、啊？好耶是谁？好耶，这个不是之前阿一那个打野吗？18岁长得像58岁，图上的白点是几飞卡吗？是吗？图上的白点是几飞卡吗？那三单全是四飞卡呀，五飞不可能，我操，不可能是白点，不可能是几飞卡。这小东北怎么可能五飞卡、啊？我小东北季后赛都没打过，中单感觉没有特别点。我操！中单看了张陷阱卡，中路有一张陷阱卡 ，AD 至少三张陷阱卡 ，AD 至少三张陷阱卡。哇，辅助感觉全是陷阱卡。辅助感觉有一半都是陷阱卡，轩一又是谁啊？轩一，穿着 FP 下队服的 FP 下的人，感觉三单除了 TS 比较不平均以外 ，AD 有几个特别不平均以外，感觉都差不多。我辅助全是怪人辅助，辅助全是不是打自己位置的，不是 AD 左边截三个加起来比右边截七个都厉害耶，然后三单只一个人。能打九个。